同款有严重火灾，佮有法国东部的白装，这是总提供予新疆人士度假的白装。即间一发嘛，造成11个人死亡。消防员从早起六点半接到火警了后，赶到现场，规栋民房已经拢着火啊！厝内有28人，其中17人逃出。虽然尾啊已经控制火势，不过这栋两层楼的建筑，一直到下晡准备派搜救犬出动的时阵，拢还佫呛火粉。消防员是讲，开火灾警报的别种处处，因为伤过头着惊，煞送医。The people who managed to get out were on the ground floor. A few people who were on the first floor were able to escape, but not all. There's a huge amount of rubble, many collapsed sections, and a floor whose stability is very uncertain, which makes progress and search operations difficult. 初步判断，着火点可能第二楼。这个建筑一楼是石头砌的，二楼是木材建筑，是有在地传统风格。不过木材部分较可能就是火炭正紧的原因。Que vous attendez tous l'origine, qui serait vraisemblablement pour le moment un feu qui a couvé. 检察官是讲，这厝卡拢有小块地裂障碍，伫两个相关协会的赞助来这个所在佚佗。这个建筑是不是符合安全法规，是调查方向之一。法国总理博纳迄天是出席在现场，遗憾的宣布出了遗体。法国总统马克宏伫由 Twitter 改名 X 的社群媒体大文表示哀悼，并感谢所有投入搜救工作的人。公司新闻，吴文玲编译。